海巡接获报案，在通霄海水浴场疑似有两只的活体鲸豚搁浅，立刻前往处置，成功的救援两只的活体鲸豚。抵达现场就发现两只的鲸豚搁浅在通霄海水浴场沙滩。经过测量，大只的鲸豚长二两百二十公分，宽六十公分；小只的鲸豚长一百二十公分，宽有四十公分。安检人员立刻对鲸豚进行安置以及保湿动作，确保生命体征稳定。大家努力完成鲸豚的 救援工作后续也将两只的搁浅鲸豚送到基隆市政府八斗子的救伤站来进行救治。